欢迎回来，旅美大联盟投手陈伟英今天客场对红袜队先发，主投五局只丢三分，下场的时候精英是6-3领先，中场英仔有惊无险的拿下本季的第三场的胜投，目前个人战绩3-1。这场比赛是在红袜的芬威球场举行，适逢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1周年，赛前有默哀仪式。陈伟英前三局表现接近完美，红袜3上3下，好球，好球啊！结果 Nava 的在这个时候遭到了三振，而精英则是在4局上火力大爆发。哦，这个变化球呢是在左外野方向形成了绿色怪物积分板下方的安打。精英打线这个半局整整打了一轮，取得6-0的大幅领先。陈伟英的控球也比前几场还要好，好球！不外角速球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英仔在前4局没有失分，一直到第5局才碰到一些麻烦。这个球被打出去，在右外方向相当的深远。这个球，结果最后呢是一个场地的二垒安打。陈伟英在这一局一共被击出3支安打，丢掉3分。不过他投完5局下场时，精英还是以6-3领先。这场比赛他投了5局，一共被敲出4支安打，丢掉3分，演出5次的三振，也有3次保送。而主场的红袜苦苦追赶，7、8、9局分别追回1分，还好精英的牛棚稳住，中场还是以7-6险胜。陈伟英在这一仗一共投了93球，其中有57个是好球，目前防御率是4.91，本季战绩来到3胜1败。东森新闻何中成为晨报。